OK， 这个 season 第一次来楼卧挑战一下，也听说今天上面状况不错。现在下午大概一点 ，OK，Let's go。刚去的是这一边这一座山头，那是 Black Diamond， 现在要挑战的是这一座 Double Black Diamond。 这个 season 第一次来耶、yeah。不好意思，打了个嗝。后山今天好像也有开。这边有个小山谷也开了。Come on， 太久了。OK， 现在在Kirkwood六号的 Tall Nice Place， 我们上到这边山谷，那等下再去那一边。OK。是礼拜天的下午，人有少一点的，没有像早上那么多。
菜这些还没有开的地方。踹这一个，好的，需要收起来才有办法滑下去。来了一个教练，带一群小朋友，好，拍完他们再说。OK， 现在在 The Wall 的 Lip 上继续往 The Wall 的山顶迈进。后面现在风景应该很漂亮了。慢慢升高。
看可以滑这个 valley 下来。 还是很 icy。 看得到上面那边站了一排人，等着一个一个下来。 Kirkwood的另外一个山顶，刚刚右手边那边是刚刚滑过的那个山顶，The Wall。还是很多石头还没覆盖起来。 下面的山谷，有人侧滑到石头下面再下来。 放弃了，往上爬回去，救生员帮他扛回去。
有人要从这边直接跳了。它下去那条道是可以滑的，但是如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的话，就会很危险。它下一条道是一条可以滑，但是很危险的路。好，开门要收起来才能滑了。